是要跟大家介绍一连串在家也能轻松做的异国风味料理。墨鱼汁海盗船饭，开始要做打的动作。哦，什么感觉？好吃哦！接下来我们要去韩国了，韩三杯刀。耶！柚子韩式的烤肉酱，公斤20万。Oh my god！ 20万。番红花是什么啊？是这个吗？对，是成本。你看这上面都隐隐约约都可以看得到。妈咪呀！